来，我看看跑遍美国跑哪儿去了。Hello，你好。哎，可干啥呢？上班呢，大哥。上班呢，大哥。不是，说话清楚不清楚？你话听不清，耽误大伙儿。你给手机扔马路扔路面上了，大哥，这怎么一过车嗡嗡响呢？没有，现在我就怕大伙听不清我说话啊。开卡车的啊？对，开卡车。开卡车。落着啊，行，感谢迟的跑车啊。什么活，大哥？这第一次连麦啊。啊。第一次连麦啊。该办的事得办啊。啊，什么饭？到你家来了啊！到你家来了，意思意思就得了啊！不是，你怎么你上我家去了？我妈说没有西葫芦，你带我妈去买西葫芦啊！啊，那个跑车啊！感谢大哥的跑车，我寻思你上我家去，领我妈去买点西葫芦去，要剁馅儿。到你家串门来嘛，得啊，得带点啥来啊？好，感谢。你现在在哪？在国内呢？啊，在上海呢。在上海呢，还打算回这边来不？回头回去那个处理点后事。处理点后事。哎呀，我是想回去，没办法，回不去。你是我盲猜一手，应该是反正是钱是挣上了，但是都被用上了，手停嘴就基本上停了。你要一说不少，完了你要说一停那就完蛋。我去年年初回去，我也和啊看看村里边有没有合适的项目啊，完了转了一圈，这是我来这边也是年头不少了，这边的所有的关系网啊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人际关系都断了，所以说回去转了4个月也没找到什么合适的项目啊，脱轨了，这都跑过来，这是说句实话啊，咱跟主播跟你说，我也是东北沈阳的啊，能回去。肯定回去，但是现在真的回不去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这能说会道的，我回来要不是做直播，我也回不来，我也没事干。那不是就你，我也闲子，那都得闲。我跟你连麦什么意思呢？嗯、就是你要能提供点，就是刚才说这个，不管是高端人才也好，低端人才也好，哪怕就说都研究点。老弟，我比你大啊、老弟，你有什么项目，你做能把海外的华人往回拽一波？或者回去能有会儿饭吃，或者大伙儿来能有点营生干，指条明路，很多人都能回去。行，没问题。但是就是回不去。我明白，就是很多时候吧，钱挣上了，家里面开销也花上了，你这边一停，突然间一下这个东西没啥库存能够支持你的，你就别说创业了，你就突然间一停都很难人能消化得了。我明白，我懂这个，我懂，就是有合适的我跟你们讲，有些时候吧，你咣咣咣头一阵你怼的比较严重，给我怼的心贼凉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是节目效果归节目效果，人还行，我现实人还行，人能错。在那边很多人那是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，知道吗？办法我懂，选择离家背井。就是咱们先从不是，先从源头，大哥，先从源头掐起。先别让大家都盲目觉得那儿好，然后再研究那块想回的怎么回，这是第二步，到第二步骤了，对吧？你第一步骤先别说搁那儿过多好，说白了也都是也背井离乡，也都是吃口饭，混得好也就是吃口饭，混得差的吃饭都费劲，对吧？你就是先研究上好这儿，完了咱们再研究后面说能干点啥。你要真说是想干点啥，说实话，把东西走出去意义更大，毕竟能出去的人少，你在那儿也干上这活了。那些最早做海外仓的不都不这样吗？但现在海外仓已经不能投了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能玩的，对吧？我现在就是说，我就站在来的比较早一点啊，就来的年头多一点，比较早一点。现在来的确挺难的，说实话。你就来不难，现在你就后面那些新来的也都考卡车司机了，又开始比上安全驾驶无事故英里数了，对吧？这一行早晚也是不好干，你就记住。肯定是。暂时还可以维持，这是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干。还维持一开卡车一个月17000的时候，你赶上了吗？我赶上了。啊，赶上过，那还维持呢？那现在都快减一半了，都快还维持呢？维持啥的？多难维持了。不是，那一阵就那一二三年的事儿，过完现在就是基本就恢复正常，也就这样，知道不？就是一天。你看，我现在不瞒大伙说啊，不是说钱不是白来的。我现在到现在为止，我也48个小时，我就睡了3个小时。我操，不行，你这是拿命开呢，你这不行。
你这不行。就是说，就我就说这意思啊，这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啊。那肯定没那么好挣。那个谁，那个安迪，那个等会儿，那个安迪在安迪开海外仓的安迪啊，你跟大哥不行，关注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活儿。有没有货啥的，咱讲话你认识都认识了，你有你走海外仓走货的，你不行跟他连一连，他应该是在西海岸的，能跑东海岸线跟你搭一手，这不也是东海，我是东西跑，洛杉矶到亚特兰大，我交转来啊，那差不多，他跟纽约那头，给问问 啊，给问问那个安迪呢，我还合计你啥时候回这边来，我要能见你一面。嗯，行，等回，等回去的吧，回去等我回去处理后事的。我是撤了，我是不待了，我先走，你们先听你们殿后，我先走。所以说我关注你直播间，就是想听听你到底来国内怎么干什么。我行的话，我也回国内干。其实我跟你说实话，国内你看见的东西不多，是因为你看的都是传统行业。但凡变点样，现在新的东西其实挺多的，而且有些人看是遍地哀嚎，有些人看是遍地商机，分你拿什么东西去看。现在很多行业都洗牌了，就是经过这几年都洗牌了，不见得是坏事，研究吧，有的话我帮你们研究啊。我来直播间听就听着，你看你聊啥呢吗？有什么好的合适的，我就回去我捞一票。行，不来这边待。行，那我就不耽误大伙儿时间了，你一块儿吃饭去吗？是吧？啊，等会儿安迪来了，等会儿，等你，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安迪来了。好嘞，安迪，给安迪提溜上来，来。安迪呢？网管给安迪提溜上，安迪在屏幕上扣个一，快点的。啊，给破车嘚不嘚也提溜上来，来。破车都嘚不嘚和安迪都提了上来，一个是开车的，一个开海外仓的，这个上面大哥也是开车的，给你们仨传了个局儿。现在司机的老鼻子了，遍地都连没有后厨。那不一样，我这破车嘚不嘚有。对，我破车嘚不嘚，人家有绝活，人家会整牛本金，给安迪那边，给安迪那边安排。安迪呢？这打一呀，我都看着你进来了。人哪儿去了？我欠儿完了，那个啥这样似的，那个得不得？那个上面你上面大哥也是开车的，你俩是认识啊？回头你跟安迪啊，这儿呢，给安迪提溜上来，看，提溜上来。我刚才看大哥资料了，大哥来，我忙沈阳的是吧？我忙猜一手，安迪一上来，你就听那个胶带撕胶带声啊，哭哧哭哧搁那块缠外卖呢。干嘛？我知道你想干嘛，听不到。那个嘚不嘚，你这你都知道。之前那个给我们整上牛板筋那个，你看我说啥了？你看我说啥了？撕胶带了吧？他搁纽约整海外仓的。你们仨都点上关注，完了你们仨下去研究研究，看有没有活。讲话肥水不流外人田的，啊，哥们狼藉的啊！谢谢大王。你怎么样？你嘚不嘚最近？好，知道了。还行，开车呗。你我建议你整点那个，你整点那个牛板筋吧，不行让英嫂给你卖去。嗯，行啊，你整你那个牛板筋，这我回国我都想啊。嗯，行，整点，挣点外边啊。好了，行，你们都点上关注，那大哥，那你们都点上吧。完了，回头你们先下去交流去，等闲的时候看啊。好嘞。啊，好，注意休息啊，好。啊，好，去吧，安迪，去安迪去海外仓老板去接着捆胶带去吧，哭哧哭哧捆胶带，自己办公室没混上，光光搁这捆胶带，得不得？回头整点啊，让英嫂给你那个啥，让英嫂给你那个研究，英嫂有渠道，之前整那个临期货的时候，他有点那个群啥的，推一推，这你这个东西不怕吃，你明白吧？吃完了以后一吃一个不吱声，完他还得管你要，咱说一个月。不用多，一个月能够拥护这个牛板筋，少跑一趟车，都别说出多挣多钱，少跑一趟车，你都能多歇几天，是吧？啊，